他是地面下。哦，你看，马上进入地面。对，哇，这个腿拍过去。丁宁还好，他现在一直在冬季如日中天的时候，出现一批奥运会转过来的摔跤选手的样子了。因为这个摔跤在美国这个竞技类运动其实很有群众基础啊，对，一个运动。对摔跤，哦，对，两个腿已经搭好了，摔跤系的地面锤地要来了吗？对。办法现在先破解在地面的这个比较尴尬的局面啊！你看这个包括骑乘的方式也是，对，很不柔术，很不柔术。对，不知道他这个站立可能也不是说很强势啊。对，又被对方骑乘了。对。这个比赛我们在如果说换成原地的话，对。竟然站立上会有站立选手该有的移动，你看刚刚做了抱双腿的时候应该迅速移动，做了一个合金，把他的手部往上推，是还是比较紧啊。嗯，对，这种紧主要还是因为他有力，因为我觉得第一时间丁苗没有把两个手使劲往下做这个搭的往下拉的动作，是的，右手要把左手往下拉一下，对，可能还会有机会啊，但是丁苗一直没有做。好，恭喜艾丽莎拿到昆仑决女子轻量级中级冠军的金腰带。And a winner by the blue corner, one by arm triangle choke.